好，你知道我手上这个其貌不扬的绿植是什么呢？它就是大名鼎鼎的大叶伞。别看它长这样啊，其实它可以长成很大很高，造型很文艺。然后这个呢，就需要你自己回家可以慢慢的给它塑造形状，可以做成那种大树底下好乘凉的感觉。首先它的养护呢是非常非常简单的，第一点就是光照，光照就是咱们室内典型的一个绿植盆栽，然后就可以就是散射光，不需要阳光的暴晒。浇水的话还是那句话，见干见湿，干了就浇，不干不浇。它是一种木本的植物，所以它有一定耐旱能力，但是不要干过头喽。用土的话就用松软透气的营养土，然后给它换盆的时候换不要换太大的，大盆养鱼小盆养花，循序渐进的它会长得更快一些，然后保持盆土的干湿循环。肥料的话撒上一波缓释肥就拉倒了，反正总的来讲还是比较好养的。今天呢我手上这一款呢给大家搞福利，然后它原来这个盆是这种的简易盆，回到家里面是三颗呢都是很壮的苗，然后回到家也是可以就给它做分盆，根系呢也是满满的，也可以不做分盆。然后为了好发货呢，再给大家送上一个这种的加仑盆，非常好看，然后还是比较文艺又好看又好养的。这个呢价格不贵，16.8块，花友们，然后你买两盆的话我给你们29.9块，好不好？真的很合适。总之价格又便宜，然后又是一种不同于咱们平常看到的龟背竹啊、发财树啊、幸福树啊那种可能你看腻了，然后来一点这种文艺范儿，它的叶子会越长越多，从刚开始的3片叶子、4片叶子、5片叶子长成6、7、8、9片叶子，反正非常好玩的一个。喜欢的话有可以底下下单，数量不多啊，因为是给大家做福利的。拜拜。嗨，嘿嘿，嘿嘿。